会，强迫症有些现象会发生在幼儿跟青少年身上，但是这种情况多半父母亲本身都有强迫症的特质。比如说我最小出现强迫症的个案应该是小学生，好，小学二三年级写字，对，写完一直擦掉一直擦掉一直擦掉，因为有一个每天在纠正他的妈妈，而且小孩子只要放学回到家了就不能再出门，好，因为出门就会把脏东西再带回来，那孩子只要洗完澡了上床就不能脚再摸到地上，那因为父母亲本身有这个现象，后来我要求父母亲自己要先就诊，是你才能帮助孩子。好，所以刚讲强迫症它一定跟家族有类似的遗传，那也许爸爸妈妈本身一定有类似刚讲强迫性格，好，所以父母亲本身的改变对孩子的帮助是很大的，是，对。